满语舒兰，果实也。满语中舒兰意为果实。这座地处吉林省长白山脉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的东北小城，一如它的名字般，钟灵毓秀，果实累累。900年前，这里是金代的重要城邦，一个民族的文字从这里流传。阿富汗语。300年前，这里是清朝的皇家贡地，因物华天宝遭百年封禁，实行封禁政策，修建6条边疆。千百年来，舒兰静默在松花江畔，人们在广袤的稻田里收获希望，在歌声中传承理想，在诗意中奔放。吉林西北至博都讷栈道，50里至金州鄂佛罗站，60里至舒兰河站。这是《圣经通志》中关于吉林到博都讷一道的一段记载。公元1682年，康熙赴关东东巡时，为抵抗沙俄侵扰，制定了侦察封锁、加紧造船、修建驿道等防范措施。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修建吉林经博都讷北至爱辉的驿道，并设置驿站。舒兰驿站与法特哈站便位于这条驿道上。你好，张书记啊，来探望王国柱老师。哎，对。北华大学校报主编王立正四处寻找舒兰驿站的后人。作为土生土长的舒兰人，他试图通过寻访中的蛛丝马迹，一窥数百年前舒兰驿站的历史故事。来信了，啊，来信了以后到这嘎达，换马不换人，把这马留下，把这他养的马拿去了，这个人还继续往北走。家住舒兰站村的王国禄老人，正是舒兰驿站张氏家族义丁的后人。百年前，他的爷爷王兴在驿站喂马劈柴，主要职责就是饲养驿道上为清政府护送官员、传递文书、输送粮饷的马匹。公元1689年，中俄边境趋于稳定，两国贸易得到很大发展，舒兰驿站的历史使命也有了更多的功能。舒兰驿站除了继续发挥巩固边防的作用以外，还多了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贡品的运输。东北地区的贡品正是通过舒兰驿站不断的运往京城的。南有江宁织造，北有打声乌拉。距离舒兰市50多千米外的乌拉街满族镇，因有着清朝三大贡品基地之一的打胜乌拉总管衙门而久负盛名。清顺治皇帝定都北京后不久，便将乌拉街满族镇方圆500里封禁为皇家贡地。舒兰呢，是长白山区富饶的地区，打胜乌拉这块它是个行政机构。在舒兰这块就是它的这个财富区。从东西来看，舒兰全域都在贡山贡江贡河范围内。据清代起居注册康熙37年记载，17日戊子，上筑毕法塔哈鄂佛罗地方，20日辛卯上渔于松花江，天清风和，一网获鱼14000有。这里描绘的便是康熙第三次东巡在法特镇驻足4日的场景之一。如
如今，在舒兰市法特镇还保留着一处黄鱼圈遗址，曾经在松花江采捕的鲟黄鱼就是从这里由专人运往京城。所有的这个鱼都拉到总营，然后搁那统一出发，挂上冰，搁上那个黄铃子、白铃子，那非常隆重，浩浩荡荡的插上供旗，然后吉林将军派武装队伍跟着包围。200多年里，舒兰出产的贡品一直源源不断地经由舒兰驿站运往皇家的餐桌。时至今日，封禁政策早已解除，在舒兰市政府的打造下，贡字成为舒兰人致富的新名片。无论金戈铁马或是黄金驿路，这条弥漫着尘烟的长城驿道早已被历史封存，曾经的舒兰驿站也已废弃。但在1911年舒兰建县之时，沿用舒兰驿站名称“舒兰”二字作为县名，直至后来撤县设市的市名，至今未曾更改。1979年秋天，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舒兰县发掘出一块神秘的墓碑，墓碑正中镌有一行汉字：“昭永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而右侧两排碑文却无人识得，这让当时的考古队员陷入迷惑。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完颜希尹半身铜像。完颜希尹呢是金代的左丞相兼侍中，最大的功绩呢是他创制了女真文字。墓碑出土地被称作完颜希尹家族墓地。作为完颜希尹博物馆讲解员，王丽娜长期受辽金文化的熏染，女真大字能写不能读，更无法理解其含义，这让王丽娜非常焦急。他四处寻找能读懂女真文字的人。俺这博物馆是1998年开始建的，它这个字呢，这边是女真字，中间呢是汉字，这边是发音，天是阿布哈耶，地是那。这本影印文件是女真文字的翻译工具书，书中分为天文、地理、时令、花卉等19个门类，871个词汇，每个字词以女真字、汉字相对照，并用汉字注写女真字的读音。例如“千”字，左边的汉字“敏干”是女真文字“千”的发音，右边的文字则代表女真文字中“千”这个字的书写。从语言学的角度呢，它是阿尔泰语系。金世宗时期办女真学校，还利用它来考女真状元，做女真文字的诗。经考证，墓碑上的两行文字正是创造于900年前的女真大字。昭永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在金墓中出土的汉字、女真字合璧碑碣。公元1119年，受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命，完颜希尹等人根据汉字楷书，按照契丹字制度创制了女真大字。从此，金朝有了官方通用文字，女真人有了自己的语言符号。
依托文字的创立，女真族形成了崇儒尚文的社会风气，民族文化得以快速发展，而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加速了金朝的经济发展。墓碑上的女真文字见证着金朝的文化发展。2017年，在舒兰市西河镇嘎压河古城遗址出土的金代文物，进一步向世人展示了金朝稳定繁荣的社会制度。嘎压河古城出土的铁剑、铁锅以及铜钱，我们可以初步判定，嘎压古城是金代谋克的一个村寨遗址。蒙安谋克原是女真族人以血缘为纽带在氏族社会中建立的部落，以300户为一谋克，设百夫长为首领，十谋克为一蒙安，设千夫长为首领，实行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制度。据舒兰县文物志记载，公元1184年，金朝有蒙安202个，谋克1878个。在独特的社会制度下，百姓闲时务农，战时出征，使得女真族得以迅速发展壮大。乌尔哈赤学习了金代的蒙安谋克制度，创立了八旗制度，他也会效仿前代的女真，创立满文。从他的一个民族自身发展角度上来说，金代的社会组织也好，文字也好，都对清朝的那个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那个安巴拉也是大。神秘的女真大字燃起了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希望，严密的蒙安谋克制度让一个朝代由此迈向兴盛。舒兰这座东北小城留下了女真族踽踽前行的脚印，也折射出历史长河中的绚烂文明。1931年，918事变爆发，吉林地区很快沦陷，东北的爱国官兵、各阶层的民众群起抗日。此时，一面冯字大旗在松花江畔竖起，面向日本侵略者昂然挺立，迎风飘扬。举旗者正是一代抗日名将冯占海。918事变以后呢，冯占海为吉林省的警备总司令兼第一旅的旅长，然后在冯占海的支持下呢，这个吉林省的各级政权迅速的恢复，对抗了日本扶植的西洽伪政权，对于日本呢想迅速的占领北满，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冯树堂出生在烽烟四起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年他一直在整理父亲冯占海的材料，还原吉林抗日救国军的历史。这就是当时在舒兰最原始的队伍，举兵抗日的时候他就召开了这个誓师大会，在关马山那儿。他到舒兰去的时候也是打这旗子去的。1931年10月，冯占海部渡松花江，经桦甸交河后抵达舒兰境内。当时听说冯占海队伍到来，舒兰百姓筹集粮草出城相迎，大家高呼打倒日寇，铲除国贼，热烈欢迎冯家军。他为什么选择第一站就去了舒兰呢？一个是他山川的地带啊，这是易守难攻，再一个就是靠近哈尔滨比较近，物资啊各方面这个供应啊什么都比较有利，要比在关马山这一小块地儿上要强100倍了。
冯占海的到来极大激发了舒兰各路爱国武装的斗志，有志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成千上万的舒兰儿女跟随冯占海的脚步离开家乡，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出征的人离开了，守护家园的人仍在奋战。在舒兰东部山区，抗日义勇军宋德林部队受冯占海抗日精神影响，与日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作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的代表，宋德林在拉滨铁路沿线给日军狠狠打击。这条南起吉林省蛟河市拉法镇，北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铁路线被称作拉滨铁路。这条铁路除了日军运兵外，最大的用途就是把掠夺的粮食、木材等资源源源不断地运至日本。在舒兰东部的老黑沟山区，宋德林依靠老百姓的支持，带领队伍端炮楼、炸军列，极力延缓拉滨铁路的修建。据不完全统计，宋德林队伍击毙日军上百人，缴获大量武器，迫使拉滨线新站至六家子的测量工作中断。为了扑灭这股抗日烽火，日军于1935年5月29日到6月7日，对老黑沟根据地实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老黑沟惨案。历经日军10天的杀戮，舒兰老黑沟抗日根据地已不复存在。然而斗争仍在继续，舒兰人并未被日军的残暴行径所压倒。他们前赴后继，在东北大地上继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漫长的抗争。在抗战期间，苏南的老百姓有成千上万的人揭竿而起，他们跟随冯占海、宋德林等人这样的抗日将领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他经典地代表了中华民族在抗战期间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威武不屈、不怕牺牲的抗战精神。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老黑沟惨案遗址，是我们吉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无论是抗日名将冯占海，还是地方抗日武装宋德林的部队，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用矢志不渝的抗日精神影响着东北人民，用铮铮铁骨牵制了日军深入中华大地的侵略步伐。筹集军粮，先烈们留下的民族大义，在今日的舒兰凝聚成精神的丰碑。奔流不息的松花江流淌着英烈们宁死不屈的碧血，也见证着舒兰人保家卫国的忠心。作为东陆二人转主要传播地域之一的舒兰，孕育出了一大批声名赫赫的民间艺人，他们行走于田间地头，将舒兰的乡土艺术带至大江南北。1955年的一天，北京中山堂里传来阵阵叫好声，舞台上的表演者是来自舒兰的二人转演员王中堂。这次演出把王中堂的演艺事业推向了高峰。他第一句“因为怨念呐，天外呀，天哪”，是不是哇，是不是出去了？台底下我一看呀，毛主席在那，就忘了这个手绢了，我一搂裙子。
一脚踢下来，那劲儿踢对了，手劲儿，唰，还要转起来，哎哇，他一鼓掌，好好好。从当时观众的反应来看，王中堂的这次失误却成了惊艳一笔。这个动作逐渐演变成后来二人转表演中的绝活——脚抛。20世纪70年代起，王中堂将更大的热情和时间投入到了表演技艺的挖掘研究当中。他先后将原来二人转里单调的立卷、平卷融入到表演中，从而创造出脚抛、双抛等经典动作。哎，这有点意思。转是不是往外。后来，退至幕后的王中堂时常回到家乡舒兰，这里是他演艺之路启程的地方。凭借多年来丰富的表演经历，王中堂每周回到舒兰授课，将看家本领交给更多的年轻人。我是倾囊而出，这些东西学了之后，你得丰富它，不单纯继承。我跟你学了，我得拔拔高。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就打不上来了。这个，这么的。好，这回咱们练一段咱们几百年前流传下来的沙拉鸡。舒兰本土艺人胡冬梅从小在母亲的影响下熟练掌握了二人转中非常重要的表演形式沙拉鸡。是不是喊不叫？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沙拉鸡，由于操作花样繁多，技巧难于拿捏，能熟练使用的艺人极少。怎样才能让沙拉鸡技艺突破困境，是胡冬梅一直在思考的难题。2015年，吉林艺术学院民间舞老师林百奎找到胡冬梅，他想将沙拉鸡技艺与民间舞结合，编排一支舞蹈，参加11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舞步创新结合的尝试。2016年，这支名叫沙拉鸡的舞蹈登上全国舞台，成功入围舞蹈教育教学的展示活动。传统的沙拉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让胡冬梅看到了这项技艺崭新的发展契机。沙拉鸡把它排成大型的舞蹈，特别漂亮。成型了以后，我第一次我看见它，我真的我流眼泪了。民间艺人用毕生心血磨砺出的技艺精髓，早已成为舒兰大地上的文化印记。在全新的时期，这些传统技艺也因为继承者的坚守与创新，顺应时代潮流，重新焕发了生机。1987年，《萌芽》杂志刊发了4位舒兰诗人的诗作，题名《四重奏》。此后，以舒兰四杰为代表的舒兰诗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他们的诗歌在《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重要刊物上发表，一时间，诗献舒兰飞升国内。那个时期吧，阅读风气很好，所以说舒兰这个小地方这么多人发表作品，起点比较高，没有人说我这个作品就到《江城日报》和《江城晚报》发表了我就满意了。大部分人的起点都放在全国报刊，比如《人民日报》，几乎都往这个顶上使劲。一座偏远的东北小城，在文学界中享有“诗县”的称谓，在当时可谓奇迹。
金克义对这一现象也产生了好奇。在翻阅史籍中，他发现早在800多年前，舒兰的土壤中就已经埋下了文学的种子。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宋高宗命洪浩出使金朝和谈，然而洪浩抵达金朝后却被扣留15年，其中流放冷山10年。专家普遍认为，冷山应该位于今天的舒兰境内。10年间，洪浩将毕生所学播撒在这片偏远的土地上，完颜家族也借由洪浩的学识广泛吸纳汉文化。据史料记载，洪浩在冷山教授完颜希尹诸子，并时常与他们有诗词唱和，留下了许多诗歌作品。中原文化的精髓早在800多年前就已浸润了这方土地，今天的舒兰人以诗歌的方式延续着这方文脉。20世纪80年代，舒兰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城市工业百废待兴，这时的舒兰人在诗歌界也异常活跃，无论是踏青采风组织诗歌创作会，或是远赴北京参加青春诗会，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他们热情高涨，为工业发展中的舒兰增添了一股文艺的清风。20世纪80年代，舒兰先后成立了21个民间社团，其中诗社占据了18个。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青年诗人王少飞创办的北极星诗社。1992年，舒兰由县变成了县级市。随着舒兰的经济发展，高楼多了，道路宽了，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那个时期，舒兰的诗歌作者将笔锋从农村转向了舒兰城市的发展。成为县级市的舒兰在90年代飞速发展，随着舒兰大街的扩宽、桥梁的重修，200余座住宅小区拔地而起，城市广场、森林公园逐一建成，一座新兴的绿色工业化小城建成规模。与此同时，以王少飞为代表的舒兰三同，继舒兰四杰之后，在国内诗歌界崛起。他们创作的诗歌跟随着舒兰城市发展的脚步，一同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进入21世纪，舒兰城市产业结构上经历了大幅调整，工业转型升级，农业也走向现代化发展。这所有的变化影响着舒兰诗歌的创作方向。从《诗经》中走来的高粱，披着岁月的晨雾，穿着季节的时装。主持人你好，我要用这包纸。2007年，农民诗人于嘉琪创办了《戏林河报》。这份以舒兰母亲河命名的油墨小报，在于嘉琪的努力下仍坚持发行，至今依旧写着舒兰的诗歌。我这个报纸每个月1期，1期都在1000份左右，从组稿一直到审稿，一直到编辑，都是我自己在完成。作为新时期的舒兰诗人，于嘉琪的创作源泉扎根在田野。21世纪的舒兰大力提倡生态农业的发展，从城镇的工业建设回归到田野乡村的金色稻田。这一时期，舒兰的诗人们在笔墨之间书写着这座东北小城的浓浓绿意。诗歌是舒兰这块土壤中孕育的文化食粮，
时代发展，城市变迁，诗人们跟随历史的脚步，记录着生活的日新月异，而舒兰也在诗歌中走向更为生机盎然的远方。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舒兰市掀起一股返乡热，曾经外出打拼的人们带着各自的创业经验回到家乡，开始了建设家园的新征程。一二，舒兰市四合村南阳屯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这里正在打造一个集现代农业与民俗风情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特色旅游区——俄罗斯风情小镇。王志强是这个项目建设的领头人。在数千千米外的俄罗斯莫斯科，有一条街道曾被称为舒兰大街。不同国度之间相互以对方的名字命名，这并不是巧合。是1996年去的俄罗斯，做了4年，这4年当中就是帮助我最大，就是语言这关过了，做生意的经验也积累点了，才自己做。以王志强为代表的舒兰人在俄罗斯闯出了名堂，从小作坊起步到如今拥有一定规模的实业，舒兰人将中国的轻工品销售到俄罗斯，架起了中俄民间商贸的桥梁。后面缝不得这么大吗？这一米半这么老宽，后面缝不得，你从这儿不能一直滑到大河。2018年2月，舒兰市全面优化第三产业，王志强和另外6位同伴在这样的时机下集体返回舒兰。他们组织144户村民建立旅游合作社，以土地或现金入股的形式共同打造俄罗斯风情旅游小镇。俄罗斯小镇吸引着人们来到舒兰旅游，而在返乡创业青年的努力下，舒兰大米也端上了全国百姓的餐桌。舒兰人蔡雪从小吃到大的舒兰大米，因地处北纬44度世界公认的水稻生长黄金带，大米粒粒饱满，晶莹剔透，被原农业部批准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直发35箱，然后这边是那个珍珠米，还有稻花香和香。2013年，在政府引领下，舒兰成立了大米协会，统一打造舒兰大米品牌。政府的举措吸引了在上海工作的蔡雪返乡创业。他召集农户，以公司加基地的形式成立了大米合作社。我从小吃的米饭都是父亲在自己家田里边种出来的嘛，然后想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这个这么好的产品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都能吃到一碗好吃的米饭。这个时候是返乡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在舒兰市提倡绿色转型、打造稻香名城的推动下，蔡雪把舒兰大米带出舒兰，参加全国各地的展销会。同时，他还利用线上网络营销推广，线下多种渠道销售对接，成功将产品引入北京、上海、江浙，甚至远销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银耳却扎根在舒兰，通过先进技术实现了南耳北移的传奇。现在产自舒兰的银耳成为了国内首例双有机认证的银耳产品。
一土而生，得水而长。数百年来，舒兰人始终坚守着对物华天宝的爱惜之情与精进之心，传承着独特的贡品文化。舒兰，这座曾经的百年封禁之地，在如今的东北大地上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2018年10月，连接吉林与黑龙江的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这标志着舒兰逐步融入国家高速网络，步入了更加快速发展的时代。300年前，舒兰的贡产在一条驿路上经由马匹南下北上。300年后的今天，舒兰的丰富物产将更快捷地抵达世界各地。这是文明的进步，也是时代不断向前的步伐。在历史的长河中，舒兰崛起于昔日的黄风贡山、官庄齐地，民族演进的脉络贯穿了这块土地的文明史。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舒兰人，始终秉持着守贡地、造贡产的精进之心，代代传承着这一独特的农耕文化。勤劳、诗意流淌在舒兰人的血脉之中，开放、创新注入在新时期舒兰人的精神世界里。稻香舒兰，果实累累，香飘万里，这是天地给予舒兰的馈赠，更是舒兰人不断创新的源泉。